everyone. I'm Luna. I graduated from the Northeastern Normal University English major. I mean, H levels of English. From the graduation, I opened up our class to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. In the process, I gave the students a good grade. In the meantime, the students gave me a lot. They teach me how to realize the w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life. As the proverb, I believe, was the road. Road is the from the without to the one we have. 各位好，我叫林楠，我毕业于东北师大外语系，我英语专业八级，我是一个脑瘫患者。从我大学毕业以后呢，我没有找到任何工作，我就开办了一个英语辅导班。在开办的过程中呢，我提高了许多孩子的英语成绩，但与此同时呢，孩子们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他们教了我如何的应对困难和生活中的压力，他们也教会了我如何的微笑去面对人生。就像我信奉那句话一样，什么是路？路就是走没有路的地方踏出去。 It is ordered that no smokingIn the library. Hey. Hello. See? Wake him up. What? Warren. He worried there. Yes. 这些年教了多少个学生有个数吗？大概也有100多了吧。100多了。120-130。我学生现在已经读研究生的了。那学历比我高。连学历都比我高啊！你在刘老师这儿学多长时间？已经有3年了。那你对刘老师的印象？刘老师非常不容易，这个人我很佩服他。你有没有过就是放弃，就是感觉自己已经这样了，不去学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从来没有放弃过，即使在我最难最难的时候，就是说。我在做家教，做家教最难的时候，哪怕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的时候，我一个月只能挣100块钱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放弃。那在学英语的过程呢当中呢，我也没有放弃过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学英语这个过程很苦很累，但是我就告诉自己，我绝不放弃。这个人就是非常有毅力，学习一直是那个就孜孜不倦的学习啊。我们对他就是评价都老高了，就说你看身体那么不好，但是非常顽强，比那个正常人还有毅力。那个就有的书吧，他都翻烂了，完了再买下一本，你说下多少功夫？那比常人真是难以想象的。就光复读机，原来我家也卖复读机的，光复读机就用过多少个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好像能有个7-8个起码的，能有了。我都在。所以他就可想而知他下多大功夫。哎，听听那个菜面，这糊呀，可大。您那头是怎么弄的？我前面因不小心摔的，我摔到马路牙子上，哎，到1月份发病。这冬天，作为我们脑瘫患者的时候，经常摔，但是这次摔的可能是比较狠吧。我发病，但是我父亲他们送我到医院的时候。他们的下过线吗？哎呀，没办法，这冬天赶紧过去吧。其实像我们这样人呢，最害怕过就冬天，路太冷，然后出去走路还不方便。
得干。跟别人学的，打鸡蛋必须打通过。看看那个手，拿，非常好，方便啊。经常这样，啥的可能都是。你也会有时候会生气自己的手或者是什么？可能有的时候会吧，但是习惯了，习惯。有过埋怨吗？有过。那怎么想的当时？不公平的，但是想想，想想也没什么，就是人生在世嘛，人生一世从一秋，怎么的是过一辈的，埋怨也是过一辈的，怎么也是过一辈的。就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，比如说我做饭，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。比如说今天中午我就是比较简单，比如愿意做我做做红烧肉，炖个豆角啊，对吧？东北菜，大部分菜我都会煮。啊，都会做。没问题。我天天就对付。要做也会做，但是就是对，不用做。还是跟自个的手不方便有关系是吧？是。那为什么要自己独立生活呢？锻炼自己能力。人总要独立生活。不能靠家里一辈子。那爸爸妈妈同意吗？同意。我做的饭他们也吃过，还不错。其实我做家教，包括做这些，都不是最终目的，还是。像咱爷上大学说的一样，想做翻译。以后能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能真正能用上，然后呢，做家教我也会给做的最好，因为现在学生都太应试教育了。真正的学到的英语真正的用不上，我现在也在考虑怎么让他们更轻松地掌握英语，然后呢对学习感兴趣，这是一个就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话题。怎么去学，学什么，学的目的是把这些抓住了，然后把我的
把我的就是培训更扩大，最终能形成一个家教式的培训学校，就跟现在去培训学校完全不是大班授课的，而是小班授课，一个老师带一个两个学生，最多带三个学生那种，就是小班制授课，能给学生一个个性化的辅导，这是我要做家教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。但是在做家教同时，我还会去做翻译，或者还写些稿子。我的文学功底还是不错的，写一些中文的稿子。